Hello，大宝子们，吃个活竹子。你过来啦！我一吃活竹子你就过来呀。嗯。你是要喝汤吗？嗯。这小玩意儿超级愿意喝这个汤。那这点汤给你了。哎呀妈，撒咱俩意思。这样拿活竹子吃，你吃黄吗？吃啊，给你点。嗯，都给你吧，把黄。过来，给大家看看。哎。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是苗小晴，我就是。这个我吃吧，下个再给你吃，行吗？嗯。这个里面有点碎。活竹子是五香口味的，特别鲜。哎妈，又来了，吃饱了。你告诉大家，这个好吃吗？这个好吃。那啊，我走啦。走吧。哎呀，再剪刀出来就好了。哎呀，姑姑这等不及待，迫不及待的啊！哎呀，晚上不用吃饭了。底下就是胎盘，能吃的啊，越嚼越香呢。就是比较硬，我胃不好，我就不吃了，不好消化。